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继续看一个比较常见的棋形。在前面其中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尖顶后小飞啊，黑棋这个破空的方法。那么呢，我们从这期呢来看看啊，尖顶以后单关这个角上的破空的一些方法。一般来说呢，面对这样的形状啊，如果说黑棋这边白棋这边没有拆的话呢，黑棋当然首选是从这边逼过来啊，逼过来，这个是首选是这个。那么所以呢，一般呢白棋啊是都是在这一带有子，或者是这个、哦、这个啊这个比较多见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黑棋呢，怎么样来破这个白棋的空啊？白棋的空。那么，这个黑棋破白棋的空呢，这个第一步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也还是呢，这个点三三这个变化啊。那么点这个呢，这时候黑白棋的这个应对方法就比较多了，有好几种。先看第一种呢，比较这个是最稳健的，就是挡住啊，挡住。这个和小飞不一样啊，小飞我们说呢，这个挡住呢，它呢在某些情况下呢，挡住呢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的，因为呢，这边的这个实地呢，一个是比较大啊。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选择这个挡住呢？就是说啊，白黑棋这个外围已经就是说是非常厚了啊，比如说就是有很多个子了，都是活棋了啊，就是说你对甚至于来说或者是这样啊等等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外围白棋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攻击它，或者说是就是对它没有什么想法了，那么呢选择这个挡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的，就是黑棋很厚在外面。那么挡完以后呢，当然也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就是说黑棋肯定是搬啊，这时候呢白棋呢一般呢就是说不要去采取这个手脚上的下法啊，如果说你还是去搬这样呢还是一般是不是太肯啊，虽然黑棋厚了无所谓，但是呢黑棋先手拔一个啊，白棋这个脚上缩的比较小呢，这样白棋呢还是不太满意啊，不太满意，这样的招法呢白棋稍微要吃亏一些。那么黑棋搬的时候呢白棋团这个也不好啊，团这个和这个搬了手脚呢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这个被黑棋先手便宜的呢稍微还是有一些多啊，这个不太肯。这样白棋脚上的目数啊比较少，这个应该说是不满意啊，不满意。那么白棋在这个时候呢黑棋搬的时候呢，白棋一般呢就是说呢是搬下来是可以啊，那么当黑棋吃的时候呢，白棋一般呢会选择呢粘上，粘上啊。脚上的实地呢稍微是亏一点点啊，是稍微亏一点点，但是呢白棋外面呢还是有所得的，黑棋现在只能吃，黑棋现在只能吃啊。那么白棋呢就干脆呢放弃这个脚上的实地啊，以后呢这个地方直接呢搬在上面啊，在外面呢寻求一些这个便宜啊，便宜，这样呢能够把这边呢变得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地方还留有很多的余位，还留有很多的余位。
这个呢是一个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的，就是黑棋这边很厚了啊，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黑棋搬的这个时候啊，干脆就脱先了啊，干脆就脱先了啊。因为它这里外面很厚啊，那我就挡一个啊，就当做呢把这边呢牢牢的给守住，牢牢给守住啊。你这里破掉我一些目数呢，就是说呢，也呢就是说算了啊，这个算了，这个就给你了啊，就给你了。那么脱先的话呢，黑棋。以后要走黑棋呢，大概当然也就是利啊，这个目数呢倒还是也不小啊，也不小。那么等黑棋利的时候啊，白棋这时候再抓住时机呢搬一下，哎，现在搬一下呢是不错的一个问适应手的这个手段。搬完呢就是说是粘上啊，考验一下这个黑棋。黑棋这时候大概呢是只能粘在这边啊，如果打吃这个的话呢，那等于是和刚才相比呢，黑棋先跑去走这个啊，暂时似乎呢不太着急啊。那么白棋这个外围呢依然呢是有这样的借用啊，有这样的借用啊，扩张起来的话，那么黑棋这个子啊没有起到这个应有的作用，会选择呢粘在外面啊，粘在外面。这样呢这里白棋这里的这个借用呢就没有了啊。不过尽管如此呢，白棋的这个搬一下啊还是呢便宜了啊，便宜了。对这边的目数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以后就是说黑棋啊这个大飞等于就不成立了啊。如果大飞的话，这个是会形成一个接不归。你看看啊，这样打吃的时候啊，以后就是说会形成一个接不归的棋形。接不上，那么黑棋呢白棋这里的目数呢会有好处啊。黑棋跳一个也是呢差不多，对吧？你要跳的话呢，我就冲完以后加住啊，这个以后等于在叫吃的时候呢还是接不上啊，还是接不上。那么不走呢，以后当白棋啊来收官的时候呢，这个呢还是也是明显的有便宜啊，也是明显有便宜。因为白棋挡完以后呢还有这个加的啊收官的官子的便宜啊。所以说这样呢等于在黑棋这个立的时候啊，和黑棋立的时候呢，白棋赶紧搬一下啊，是个问应手的这个好时机啊。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概是啊。看上去呢，这个地方被黑棋啊得了很多的目数啊，本来是好像是白棋的角被黑棋破了不少。但白棋呢也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啊黑棋在这个地方呢花了两手棋，是吧？花了两手，因为你当初我们看看当初搬过去是不是花了一手，白棋在外面呢抢了一手棋，是吧？那黑棋立呢这里呢又花了一手棋，是吧？白棋等于在外面抢了两个大肠，或者说是两个大官子啊，也是这，反正呢，也还是呢能够接受。同时这里呢，暂时也没有什么
明显的毛病，这个呢是白芹呢在某些情况下呢也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啊，接受的。就是说白芹还有一种防守方法啊，搬这个的话呢，白芹也有搬这个的这个下法啊，搬这个下法。搬这个下法呢，相比这个团和搬来说呢要好一些啊，要好一些搬这个。因为搬完不管黑棋走哪个啊，就是退啊，或者说是打吃啊，这个白棋呢首先这个都可以呢不硬了啊，不硬了。不硬了的话呢，那么黑棋接下来再怎么走也没有这个直接立的这个效果呢好啊，效果好。那么这个呢就比这个要稍强。同时呢，如果黑棋不硬了啊，不硬了，那么白棋以后呢还可以呢直接搬在这里啊，那这样呢还是可以回过头来呢把这个脚上比较还算完整的守住了啊，守住了。这个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啊，不过总的来说呢，黑棋能先手扳找一下呢总还是有便宜啊，有便宜。不过白棋你稍微呢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就是说由于对方很厚嘛，是吧，我这个里面相对也是比较空虚的啊，相对比较空虚的，那么点这个角的时候呢让给对方一些这个实地啊，就是说想开的也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说这个挡啊在某些情况下啊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下法啊，那么让黑棋搬，白棋呢大致上是选择脱先，或者说呢实在要走的话呢就是搬啊，扩张外势啊，是吧，或者实在是偏向于实地的话啊，偏向于实地的话呢，那么就是搬这个，搬这个啊，不要去选择搬了或者呢团的啊，团的这个下法啊。好，那么总结一下啊，当对方点三三啊，你选择挡，这个情况呢就是对方外面比较强啊，比较强，你呢是处于一种啊偏向于防守的这个下法啊，下法。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呢另外一种白棋的应法，就是说呢白棋偏向于这个实地的一个应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要倾向于这个脚上的实地的下法啊，那么呢就是白棋团在这里啊，团在这里，就团在这里。在小飞的时候我们讲啊这个团不好，但是在当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团呢是可以考虑的啊，一个下法。这样呢这个黑棋脚上呢要想做活呢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为什么说这个当官的时候啊可以团住呢？因为这个现在你黑棋啊爬，是吧，那么呢白棋就可以糊住了，那外面这个纸的形状和这个呢就完全不同了啊，不同了，那么这个变成了一个虎位置呢，明显呢就要好得多，明显要好。但是黑棋呢不爬呢也没什么棋好下啊，不爬的话也不能下，
如果不爬啊，黑棋点这个现在不行，那么这个白棋呢可以冲，这个黑棋没有什么好的后续手段啊，你反正搬它就硬啊，你走什么都白棋都可以跟着硬，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棋，所以这个白棋团了以后，黑棋这个点是不成立啊，不好。那么单纯从这个活棋的角度啊，小尖，是可以的啊，就只是想着做活的话呢，小尖呢是可以活的，但是呢这个活的呢也可以说是很不便宜啊，很不好。因为你小尖的话，白棋呢是脊柱啊，脊柱是局部的要点，黑棋接下来啊虎，这个长不行，长这个就吃了，这边不太好活啊。那么黑棋可以虎啊，确实是可以做活，这时候呢白棋在帮助，白棋在帮助，黑棋啊虎，关键是黑棋做活的时候需要什么呢，走这一下，虎这一下，这个和白棋这个拐交换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损啊，非常的损，这样这个有了这个子，对这边啊影响很大。先不说对这个外围黑棋厚薄啊有影响，就是光单纯目数上来说，以后基本上留下了这个跳的先手啊，跳的先手，这个这里的目数啊区别也很大啊，因为不走的话又被飞出去了，或者这个总是不太好。一个是对外面呢目数损得很大，再一个呢里面活的呢也是非常的委屈啊，非常委屈。虎一个确实是进活啊，做眼是进活，但是呢这边要被打一下啊，而这个方向呢一路立啊，甚至于来说一路小尖，这都是呢还是先手啊，这个黑棋活了个小角，白棋外是很外面呢都很完整，而且这里边呢黑棋损失很大啊，这个呢肯定不好。活在这边啊也是大同小异啊，活在这边的话，那么白棋就打这个啊，再立一下啊，再立一下，这样呢是可以说黑棋这么委屈的活角是不能考虑的啊，不能考虑的。最强的下法大概是呢黑棋能够加一下啊，可能是从单纯从 活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加一下呢是最好的下法啊。如果白棋打呢，黑棋就开劫啊，因为这个劫白棋也是有点重的啊，有点重，因为一旦打输了的话呢这个提过来的话，那整个这个就变得会有一些薄了啊，有一些薄了，所以白棋可能也不会跟黑棋打这个劫啊，那么白棋就立啊，这样黑棋稍微再虎啊，那么这两个交换当然是和刚才相比多了这两个交换啊，当然是便宜了一些，但是呢还是呢应该来说黑棋是不满意的啊，说起来还是黑棋呢不满意的这个所以呢黑棋这个小尖是能活，但是呢结果呢不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地方啊
白棋团了以后呢，黑棋正确的要走的下法呢，一般都是爬啊爬。当然暂时啊，黑棋就是说，这个爬也不是非要马上就要走啊，暂时不走也可以啊，暂时不走也可以。等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再来啊。但是这个手段呢是要爬的啊，这个破这个空的手段是爬一个啊，爬一个。白棋当虎啊，黑棋这时候呢可以顺势便宜一下啊，这个可以吃一下，外面呢先便宜一下，白棋当然只有张，然后这时候呢黑棋再立，这里白棋呢挡住啊，普通的这下是挡住，然后黑棋搬立一个啊，立一个，这样呢在局部形成一个打劫啊，形成一个打劫的变化。这个呢应该是说呢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是可以的一种双方一种就是说都可接受的变化，接受的变化啊。假上形成打劫啊，这个黑棋来说呢破空也算成功啊，因为打输了的话呢黑棋自身是没有什么这个损失的啊，自身是没有损失的。在这过程中呢黑棋立时候呢白棋应该呢就是说呢不挡的话如果扳主度呢应该是走不到了啊，应该是走不到了。这个样呢黑棋如果硬的话啊，那么这个白棋呢会扳这个啊，会扳这样呢黑棋局部呢是死了。啊，这样黑棋局部呢是死了啊，或者单立一个也行。这个，但是这个扳呢，应该是走不到了啊，走不到了。这个棋呢，黑棋这时候呢，它不会硬啊，它会扳。由于没有挡住啊，这个角上呢就变成了一个进火啊，进火。虽然你能通过这个啊，就是说呢在这边获得了便宜，但是角上由这个打劫变成进火，目数而言呢白棋应该还是要亏一点，亏一点啊，除非说就是说你这个把黑棋这个眼灭了啊，眼灭了以后让黑棋变成孤棋，这个白棋呢这样呢是可以，但是黑棋在爬啊行动之前呢应该是这个这块棋已经是安定了的形状啊，如果它还没有安定的话呢黑棋它也不会啊，也不会就是说这个轻易的呢就是说来行动啊，这边一般应该都是说有子了的，它在黑棋呢才会来做这样的这个来这样来破空啊，这样来破空。因为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啊，提过了就是说这个时候黑棋可以暂时不走是吧，先把外面走安全点，因为白棋没什么好，那就让你补就是了是吧，你去搬张补呢那这里面味道呢还是依然还是有是吧，等于是这样交换了一下，这个留下了很多余味啊，以后就是说还有可能靠啊，甚至于从这边打入等等。那么爬啊，这个这样的话呢，但是黑棋这个变化啊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你立准备度过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地方过不过得去，白棋呢它还是有可能这个单扳的啊，也有可能这个单扳的。那么当你在这个度过的时候
啊，要注意这个白芪的这个打吃的长，这个手段能不能成立啊？能不能成立？这个是黑棋需要防范的啊，防范的。打比方，就单以目前的这种状态来说，啊，这个白棋啊，这个打了粘啊长，就目前的棋形来说，哎，这个黑棋啊还不行，因为那以后黑棋在这个地方必须呢，紧住这个白棋的气。一旦松了一口气呢，那么这个很明显啊，这个脚上呢，这个黑棋呢差一棋，所以说啊，这个黑棋呢必须啊要注意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说这里面啊得能收住白棋的气才行啊，比如说像这样啊，或者有个子呢就行，或者有时候是跳啊这样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一下子紧住对方的气啊，紧住对方的气呢，这样呢你这个力呢就是说还是才能够呢成立啊，这样白棋跑不掉，这样白棋跑不掉，这个也就是说黑棋在破这个白棋的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啊。当然黑棋这个成立的概率呢还是大，因为这是黑棋选择权在黑棋手里啊，就是黑棋会一定会等到啊时机相对成熟的时候啊再来呢，再来施展啊这个爬了立的这个手段啊手段。当然反过来作为白棋来说，团住啊这个手控啊还是呢就是说可行的啊，可行的。虽然黑棋不着急走，但是白棋反过来啊，相对来说呢白棋也有这个大把的时间，是吧，也有很多时间，或者说有很多机会呢来走到这个啊补棋啊，这个或者说是看看这边的情况，如果这里有子的话呢可以高效率的补一补啊，没有子的或者情况下呢走这个啊这都可以考虑，这白棋也有很多机会呢来补棋啊，从被人家点这个的时候开始啊，那么呢注重于脚上的这个实地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团的下法啊，如果就是说对方都比较强了啊，自己相对比对方要弱呢，那么挡在这里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就是说这两种选择啊大家要根据周边的情况啊来做出决定。当然你也知道了这个挡是在什么情况下啊，我们说过要挡。那么团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还是以护住脚上的实地为主啊，明白了这两种下法的区别，在你实战当中呢，就是对你的选择啊，就会有更大的这个帮助啊。知道自己，说白了，说穿了，就是说呢，你知道干什么啊，干什么。当然啊，这个地方白棋还有一种更强硬、更复杂的下法啊，就是说立下来，这个呢是一种反击的这个下法啊，那么变化呢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我们下期呢再给大家介绍。好的，今天的讲座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